馅儿好吃，去核切分却困难麻烦，一台小小机器来帮忙，看它如何又快又好的将馅儿去核切分。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馅儿去核剂。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华老师，欢迎您。你好，主持人。华老师，请问您喜欢吃杏吗？啊，我喜欢吃杏。嗯，不过现在那个市场上已经买不到了，比较遗憾。对啊，好像过季了啊。嗯，确实是。嗯嗯，不过呢，现在有那些杏脯、一些杏的其他制品可以满足一下我。那其实我也是特别喜欢吃杏脯，尤其小的时候一来北京，我爸爸带我来旅游就买这杏脯，有点老北京这老四样哈。嗯，特别好吃。确实是。嗯，像那个杏脯，我们做的时候一般还是用这个新鲜的杏，因为它的存放时间很短，所以呢，我们需要在它新鲜的时候就把它那个中间的核给它去掉。听说这个杏的存储时间最长就是20多天，是这样吗？嗯，差不多。嗯，所以呢，我们这个把它制作这个过程也需要就是赶一下它这个时期，要不然呢它就坏掉了嘛。嗯，像我们把中间这个核去掉之后，然后还把它两边这瓣儿分开，像我们一般杏脯啊都是一半一半的，对对对，所以原因也是在这块。嗯嗯，其实有句老话叫“桃保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吃子人”。其实杏啊还是要恰到好处，不能吃的特别多啊。所以我看这个华老师说起杏来，哎呀，绘声绘色的。所以我这个在节目当中也嘱咐您一句啊，再好吃你也要恰到好处啊。嗯，好的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这个发明项目呢，就跟杏有关，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台这个去杏核的切分机，究竟是怎样的一台发明项目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和认识一下它。杏儿又名杏果，是我国北方的主要栽培果树品种之一，其果肉、果仁均可食用。在新疆，因为地势和气候的原因，这里种植了成千上万的杏树，每到收获季节，一个个金色的杏果挂满枝头。杏儿既可以鲜食，又可以加工成杏脯、杏干。近年来，随着果品深加工掀起的热潮，杏儿加工也成了行业里的新宠。许多人将杏儿去核后做成丰富多样的小吃。这天，我们的记者来到新疆喀什市的一家杏儿食品加工厂，看到这里的人们正在批量的生产去核后的杏儿。您这是干嘛呢？掰这个杏脯。这个杏脯怎么还要掰啊？他要做这个杏肉。嗯，啊，做加工一些杏肉条啊、杏肉丁啊。嗯，里面的核要去掉。那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吗？比如说用一个小工具啊？也可以用那个小刀拿。嗯，那样这个面吧比较光，用小刀拿，但是它慢，它慢是吧？速度慢。那您是说还是用手掰的比较快一点啊？手掰的比较快。嗯，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杏子还是比较硬一点啊。嗯，有的成熟的，嗯，也就是说青的吧，嗯，这个发青的又不好掰。嗯。七八分熟的吧。嗯。最容易掰了。那咱们现在掰的这杏子里边，七八分熟的有多少？占个70%吧。70%。嗯，那差不多还有30%都是青的，是吧？嗯，青的掰不动。嗯，杏儿有黄杏和青杏，黄杏软而甜，青杏硬而酸。在去核时，黄杏一掰就开，而青杏往往都需要用手指沿着杏儿的核缝线掐一道小口，然后用手使劲儿才能掰成两半，把核取出。那我这么一想，您看这个青的好像很硬的样子，嗯，要是里边不是就那个核尖吗？嗯，是吧？您这要是扎进去太深的话，会不会伤到手啊？会的，我上一次嘛，就是你看怎样嘛，
就是一掰嘛，是不是？嗯、那个杏核那个尖嘛，就扎在这个、嗯、这个手上嘛，就出血了。嗯、哎呦，那还挺危险的啊！这么一说，掰馅儿虽说不难，但要长时间的做好它，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为了体验掰馅儿的艰辛，我们的记者兴致勃勃的给大姐帮起了忙。他这个需要用力。哎呀，好，掰开了。嗯。那我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是吧？嗯。把这个核去掉。核去掉。好，然后把这个肉给分开。嗯。是吧？然后摆到盘子里边。掰青杏因为质地较硬，很容易划伤到手。为了能多帮大姐，记者特意挑选了一些青杏进行掰瓣。哎，大姐啊，我刚才体验了这几个杏啊，我觉得他这个活干这个活啊不是很难。嗯。但是呢，这个步骤啊好像还挺麻烦的啊。就是。嗯。要将杏掰瓣去核还真不容易，需要一些手上的劲儿。不娴熟的人很容易划破手，或是挖出的杏核带肉多。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能代替手工给杏儿破瓣挖核呢？发明人李忠新、田翔，买核木浆，发明项目杏子去核切分机。李忠新、田翔，买核木浆，他们都是新疆乌鲁木齐人，在同一家机械厂从事机械制造，李工是厂里年头最久的老师傅，今年50岁，生活中待人亲切和蔼，但一旦进入工作，他就会开启他那严肃严谨的教父思想。田工，他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控，动手能力强，思维活跃。买工是厂里出了名的逗乐宝，性格憨厚耿直，但最受同事们的欢迎。这三人虽说年龄差距大，性格各异，但他们因为兴趣相投，都对机械制造有着炽热的爱好，三人变成了亦师亦友。近年杏儿作为新疆特色，价格一直走低，老百姓辛辛苦苦种植杏树，可到头来都做了赔本的买卖。为了让农民多赚些辛苦钱，得到更多的附加值，一些工厂开始对杏儿进行加工，将杏儿去核做成易储存的果脯等。这样的加工确实是好，杏儿的价值大有所增，农民的收入也有所增长。可苦恼的是，给杏儿破瓣去核费时费力，很多的杏儿加工厂都希望有一台机器能代替人工给杏儿去核切分。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工带领团队做了一台给杏儿去核切分的机器。听说有人做了一台去核切分机，我们的记者好奇赶来。哎，您这是挑杏干嘛呀、啊？这是，去核吧，去核。哎，正好我听说啊，咱们这附近有人做了这个杏的切分机，不知道是谁做的，是我们做的，你们做的？对对，是这个大的吗？不是，是那个小机，对对，是那个小的呀。对，怎么这么点啊？这个机器，这个机器能切吗？可以，可以切。啊，那这台机器到主要是谁来设计的？我们是田翔，田翔来设计。哎，啊，你好，你是田工是吧？哎，田工你好，你好，你好。哎，那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吧。好，好，好。嗯，这个机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它的这个模具的这个托盘，嗯，另外一部分就是它这个切分的机器。嗯，切分的机器呢有这个刀头、刀片，这我们叫冲刀，然后有这个机架，刀板等这些机构组成的，然后它能达到一个切分的效果。那您给我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刀这个是这样的形状呢？这个就是杏放入了这个模具当中，然后这个圆柱的这个位置可以直接插入杏肉顶入核，当它顶入核往下走的时候，这两边的这个利刃啊，就可以把杏核旁边的这个杏肉能够分开啊，对，切分开，对对对，这个手起刀落，干净利索。哎呦，那您这么一说，感觉机器确实不错啊。那为什么好像这是一个踏板吧？对对对，这用脚踏的。这是一个杠杆的一个原理。然后当你脚往下踩的时候，
然后啊，这几把刀是一块往下落是吧？对对对对，就比较省力，一次可以切12克。通过田工的介绍，我们初步了解了杏儿去核切分机的结构，结构清晰明了，但给杏儿去核切分效果如何，我们还得先拿个杏儿试一试才知道。好，哎，好像杏核怎么没有掉下来？是没掉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哎呦，掉下来，掉下来了！啊，这个是杏核，还不错。对对对。那我们看看里边的果肉怎么样？它这个切缘都是比较光滑的。对，哎，我发现确实还比较光滑啊。嗯。别看机器简单小巧，但切出的馅儿效果还不错。为了加强测试，现在将整个托盘摆满大小不一的馅儿，再试试，看看效果如何。哇，好像这些糊好像都掉下来了啊。对。那咱们来看看这些果肉到底切的怎么样。来，田工把它拿出来吧。好，放到上面。好，那咱们先从最容易的开始看起，好吧？对，行，这个比较大一些啊。对，好，哪个比较大一些？嗯，这些，这个都好，都可以啊。那这三个，咱们来看看啊，切的怎么样？来，李工，你拿上这个。好。这个，哎，感觉确实还不错啊。新机器还不错，解决了杏儿切分和去核一体的问题。但机器性能是否过硬，去核切分是否轻松简单，还得进行批量切馅的测试，同时得找专业人士做评判。要找专业人士和批量的馅，就得找专业厂子。经过一番打听，我们来到当地最大的一家馅加工厂，准备在这里一展新机器的实用效果。哎，师傅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您看这机器馅做什么用的？看不明白，看不明白啊！哎，那田工，你给大家说一下。哦，这是一个杏的切分去核的一个机器。嗯，哎，这样您知道了吧？哦，你觉得怎么样？搞不清楚啊，这个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这位师傅姓邓，是这家杏儿加工厂的负责人，在这里工作已有10多年。今天是他第一次见到这台去核切分机，这让他既意外又惊喜。我们这次呢，也就是想把机器拉过来，让您看看机器到底怎么样。嗯，想试试。您这边有时间吗？有。行，那三位，那咱们给他露一手看看。好，没问题，没问题。这回第一次崭露头角的杏儿去核切分机表现会如何呢？哎，你看这下子，哇，好，哦，太贵了。哎，帅工来，是是是。您觉得它这几个怎么样？这几个差不多。差不多啊？为什么差不多？这几个你看，就是有点连丝以外，这个糊都去掉了，你看底门烂的也少哈。嗯。嗯。然后其他的呢？这个真的。现在就是这个连丝啊。那我找几个。打不开啊。打不开多请工人。这个。这个怎么？要出来了，兄弟们。好像它没有。这个没有，没有。对，这个没有压下去啊。这个没有压下去，杏还在里边啊，杏核在里面。嗯，那三位，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你看里边有的核还在里边，是吧？对，这个有性质上面的问题，也有我们机子可能用力用的没到位。嗯。还有那个弹簧的位置可能还稍微调一下。嗯。机器是新做出来的，性能方面还不稳定，使用起来也还不太熟练。为了调整机器，再试试。李工、田工、买工对机器进行了调试，调试后的机器效果又如何呢？你们调整好了吗？调整好了。调到哪儿？这个弹簧的长短降了。啊，把这个弹簧那个长短降下去了。对。为什么要降啊？因为它到这儿吃它的这个模具的深度不够，所以说把它降下去以后，它就能吃到里边。嗯。董师傅，嗯，那要不咱们再让他试一试？行，那试一下吧。但是三位可是不能再浪费馅了啊。这不会了。行，那就看你的了啊。好，好，准备好了吗？好嘞，好，拆刀啊，可以了吗？来，哦，好好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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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两位还鼓个掌，来，咱们来拿出来看一看。好好好好。好，前面的流程。哇，来，可以吗？拆的可以吗？嗯。那邓师傅，嗯，那您来检查一下，嗯，他这次的效果怎么样？
差不多，这次没糊了，都脱掉了，这次都没糊了是吧？啊，好，您要检查的仔细一点啊。绝对没问题，就这十二个我都看一下。没问题啊。嗯，好，没问题，没问题。经过调试后的新机器给杏儿去核的效果让邓师傅还算满意，但速度如何邓师傅还得找人和机器较量较量。为了验证速度，我们准备来场比赛，机器队三人一台机器，人工队五人，同时完成50公斤的杏儿，看谁完成的又快又好就算赢。比赛可以开始了吗？可以了。好，你宣布来，宣布比赛开始，快点。这次由邓师傅作为比赛的裁判，要求是速度上看谁先完成，质量上是要将杏儿去核切分，并且保持切分面光滑不粘连。人工队手起手落，一个个用手快速地掰着杏儿，机器队上下一心，摆的摆盘，踩的踩机器，大伙干的不亦乐乎。来来来，田强你来踩，我累了，脚不行了，我摆盘子，我摆盘子，来你来踩。哎，麦工啊，你怎么从那边过来了？你不踩了吗？不踩了，累了累了，换个人。换个人，我脚累。你刚开始不是踩的挺起劲吗？是，后面脚又疼了。腿吧，踩多了，旁边赶紧换吧。新做出的杏儿去核切分机是半自动化机器，去核切分时不仅需要人摆盘，而且还要人工用脚使劲踩踏板，才能将杏儿切半，将核取出。时间一长，腿就累。同时，因为没有设计盛装的漏斗，杏核落得满地都是。哎，大姐，您好。咱们这比赛到了中间，你觉得你们人工队这次表现得怎么样？挺好啊。很好啊。怎么好了呢？他们那个还要掰，我们直接就一掰就开了。啊，你觉得他们机器麻烦是吗？啊，还要掰一下。嗯。我们这个直接这时候一分就开了。好，三位，人家人工队那边都做完一盘了啊，速度很快。那您这边呢？我们还没干完，我们还没做完了。还没做完？没做完，没做完。那人家速度比你们都快了，你们三个应该加把速度啊。好。比赛中途，人工队在速度上已经快过了机器队，为了抢时间，机器队一鼓作气，拼着命的赶超人工队。好，裁判，那您看一下机器队这边表现的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不好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吗？他一盘12个，现在也看不出来。现在看不出来。那人工队那边怎么样？人工队那边快完了吗？你觉得咱们这次比赛谁会获胜啊？我看还是人工队那边获胜吧。不是，您不能偏心啊！你要偏心怎么？咱的比赛就不公平了。经过一番拼命追赶，机器队还是明显落后了人工队。但为了最终的胜利，已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的李工、田工、麦工还是忍着劲儿想搏一搏。可这次人工队实在是太快了。结束了是吗？哎，结束了，干完了。裁判，人工队已经结束了。来，对，三位，你们停下来吧，快点。哎，停吧，停吧。人工队已经做完了。好好。哎，裁判，嗯，那现在呢，咱们双方比赛呢都结束了。嗯，由您带着我们来看看这个质量，好不好？行，咱们先去看看人工队那边，好吧？行，嗯，好。来，您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这个人工队嘛，就是搞这个。弧瓣分的是比较清晰的，嗯，关键就是有一点嘛，不如机器的嘛，这个离边嘛，没那么光，机器嘛没有机器切的光，但是跟我们厂的要求嘛，这个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是吧？哎，对。那怎么样就是更好呢？那更好就是说，能机器这个刀切嘛1分为2，能代替这个人就更好，是吧？好，那既然您谈到机器了，来，咱们来看看机械队这边这个质量怎么样，好吧？好。你看机械队这个吧，他们分那个吧，你看还有些弧嘛还没有去不净哈，去不净。哎，嗯。再一个这个机器这个掉的太多，撒一地，还没有不能一个漏斗嘛，能接一下更好。你看一海南大嫂这个东西啊，海南大嫂啊，咱们他们这个模嘛，一次12个有点太少啊，还能做到24个一个板，做个漏斗，能漏到漏斗里面，这个样子是好。哎，比较好一点。那刚才裁判的点评你们也听了啊，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没说我们的优点，我优点就没怎么提。我们有些性质切的还是可以的，有些这个面这么平平的，然后弧切特别干净。你是觉得？我觉得这个机子
还是可以。可解之处还是有的，是吧？对对对，还是可以用的。嗯，好，那您觉得呢？我觉得裁判指出了我们很多不足之处，我们也虚心接受，在技术上我们再努力再提升一下，想想办法。方老师，我们看到发明人发明的这个兴趣弧切分机还是出现很多问题啊，不够智能，它像这个缝纫机一样需要人的这个脚踏板进行操作，而且这个弧和这个杏分离的不够彻底，还有很多弧没有被分离出去。况且呢，我们看到它没有一个漏斗去装杏弧啊，撒得满地都是，需要人进行摆盘，这个问题该如何进行处理呢？嗯，确实是。嗯，它现在这台机器呢有很多问题，嗯，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给它分析一下。好的。嗯，像它这个确实不智能，它现在是一个纯机械性的一个工作方式。嗯，它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我现在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模型。嗯。它实际上是像您说的，像缝纫机的踏板一样，在底下，它每一次是依靠人脚踩，需要比较大的力量。嗯，然后呢，它把杏是放到之前的摆好的这些位置里，然后它上边有一个冲刀，相当于是一排好多个杏。嗯，然后它每一次都用力踩一下，对啊，然后用上面的冲刀就把它的弧把它给冲力给冲下去啊。对，那有的时候这偏了不就冲不下去了吗？嗯，像您刚才说的，它有的这个杏和弧没有分开，就是它因为它这个底下这个摆杏的这个模具，还有它这个冲刀设计的不是特别合理。嗯，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杏大小也不均匀啊。对对对。嗯。所以它这个需要改进它这个摆杏的这个模具。我来拍下，我来拍下。啊，这挺可爱的，哇，这模具做得很，哦，很可爱，很可爱。但是您在试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它需要的力量非常的大。嗯。所以它在人工操作的时候，实际上它操作一会儿的话，它也就得换人。对，很累呀。你看我这手放上去都很累，我觉得效率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嗯。然后您说的它这个弧会掉得满地都是，它这个对预先这个没有一个设计。嗯。所以它每一盘把这个弧都冲下来，然后落得满地都是。当然这个比较好解决，嗯，我们在底下扫就行了哈，直接给它安装的一个那个引导的一个通道，嗯，在边上放一个盆或者放一个装置把它收集起来，嗯，这样就可以了。嗯，收拢过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是如何来进行改进的呢？我们继续往下了解。新机器一出师遭到了邓师傅的拒绝，这让理工三人心生沮丧，费尽心思研究出的思路和技术不被认可，做出的机器并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机器需要人工脚踩，费时费力，切出的杏儿粘黏，而且不干净，带杏核，还有就是机器没有盛装杏核的装置，杏核落得满地都是，这些问题让他们陷入了不愿动手继续研制的状态。因为在这个机器的设计当中倾注了最大心血的，我觉得应该是理工，所以说你要说他是一开始没有任何的失落沮丧，那是不可能，不现实，我觉得。但是他总能很快的去调整过来，然后鼓励我嘛，再接再厉。理工的鼓励给了大伙儿信心，大伙儿觉得越是人们提出的要求，自己越应该努力去做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困难。于是他们重新整理了思路，首先他们想到了利用油缸来去核，但油缸不方便，还需要油泵，油泵造价高，不合适。于是他们想到了气缸，气缸同样源于这个动作，而且只需要配一个气泵，就能代替人用脚踩。最主要的是气泵造价不高，对于人们来说也没有更大的经济负担。还有就是在装载架上做了提升，冲刀旁边的刀片和模具的配合也做了设计和改进。就在去核切分机马上完工时，邓师傅莫名而来，他来干什么？我刘工，麻烦你们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哈。邓先生好，好，你看我们带什么来了？哦，杏干。哦，杏干，杏干啊，挺漂亮的啊。嗯，可以吃吗？可以，可以，尝一尝。吃吃。哦，这杏好吃。好吃吧？啊，这就是我这次来的目的。哦，哎，你们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哎，哦，这里面有杏仁呀，啊，哎，杏仁啊，啊，对对，就是。哦，杏花。嗯，我们这次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机器，哦，能把核吐出来，完整的一个杏肉不破损。原来
邓师傅是想让李工他们给他做一台给杏儿冲盒的机器，因为将杏儿做成杏干，一般要求是将杏肉里面的杏核去除干净的同时，保证杏肉不切分，杏肉完整，从而将杏仁放进杏肉，一起烘干，做成杏干。这样做出的杏干才好吃、好看、好卖。我们人工做这个东西太累了，就是。好，我们团队研究一下，我觉得没问题。哦，那行。李工的应许让邓师傅有了指望，但冲盒机到底要从哪儿下手呢？李工和他的团队再三研究探讨，大家各抒己见。既然去核切分机能给杏儿去核切瓣，那么冲核机只要去核不切瓣不就可以了吗？于是大家依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改进，很快一台冲核机做了出来。我们的记者听说去核切分机改进好了，冲核机也做出来了，他迫不及待地再次赶到李工工厂，想看看新机器。我们现在变成两台机器了。两个功能不一样。嗯，一个就是把杏核冲出来，嗯，冲一个孔，里面可以做什么杏包仁啊，什么东西啊，嗯，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嗯，另外一个就是杏切分，杏切两半，一切两半，一切两半。那李工啊，那这样，咱们先说这一台，就是把杏肉切出来的机器，好吧？好。那你能给我们讲一下吗？这个机器，比上一代哪儿好了呢？啊，可以。嗯，这让我们那个田工来介绍一下。那田工，哎，你好。那你给我们讲一下。啊、上一次咱们测试的时候啊，哎，很累啊，是啊，脚踩得很累。那你这次怎么做的？这一次就是使用了这个气泵和两个气缸作为这个代替人力的这个部件。嗯，然后我们又定制了两种不同的这个模具，就是说，哎，怎么一个大一个小呢？对，它因为杏子有大有小，我们这边杏子的品种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定制了两种不同的模具。然后模具当中呢，又加了这个槽，这叫定位这个刀片的这个槽。嗯，这样子的话，一刀下去就可以把它直接全部切开，不会再有那个粘连那种情况。哦，这是我们的一个改进。那我们看看您这个机器这个刀有没有改进啊？刀，嗯，有一些改进。我们这使用了一次这个车制成型的这个刀片，嗯，因为在我们前面的实验，我们发现就是说，如果用刀片来切这个杏子的话，嗯，它是，对这个刀头的形状的要求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在这儿下方就是车了一个小窝，然后用它来顶住这个杏核，这个是切分的。然后这边，这边还有这个冲核的呢，我们的。这个冲刀是使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说，在它往下冲的时候，它有四个小爪，这个爪只要是这个杏核能在这个四个小爪能接触到范围内，只要能碰上，它就能冲下。第二代杏儿去核机有了很大改进，机器一分为二，一个给杏儿去核切分，一个保留杏儿的完整，给杏儿冲核。那它们效果究竟如何？我们先来小试一下。好，田工，这冲完了是吧？啊，那咱们拿出来看看吧。好，来，咱们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这个咱们来看看啊。嗯。好，那看来这第一个杏儿对切的还比较好啊。对，完全切封。里边也没糊。没有。那您看一下这个切面光滑不光滑？光滑，可以。光滑是吧？嗯。为了看看托盘里所有被机器切过的杏儿的效果，我们把托盘里的杏儿全部倒了出来，所有杏儿的杏核统统都被除尽，杏儿被一分两半，杏面光滑平整，没任何粘连。大家对这次机器去核切分效果都大为赞赏。看来您这是越来越自信啊。对。麦工，您觉得呢？我也非常自信，我们技术这次改的我觉得很不错了。这次去核切分机器效果不错，那冲核机的效果又如何呢？为了让记者看看冲核机的效果，田师傅给我们演示了起来。咱们这一台机器的特点就是说，把杏核挤出来，杏肉不切分，是吧？对。那咱们来看看杏肉到底有没有被切掉。好吧。你给先看这个，来，这个，
在那转着看一圈。好，就是刀从这儿进去，嗯，壶从这儿出来，壶从这儿挤出来是吧？从这儿挤出来。啊、嗯，那你觉得咱们这个杏它这个完整性怎么样？完整性很好呀、啊，很好是吧？很好。好，那咱们再看一个。嗯，这个也是。这个也是啊。好像还不错，这上面只有一个刀口的这么一个形状，对是吧？十字，一个小十字。那这个影响不大吧？不大，嗯，基本没什么，没什么影响啊。这个也是。改进后的新机器，无论是去核切分还是冲核，都表现得不错，实现了机器自动化。但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运用效果好不好，还得拉出去溜溜。上回比赛，由于机器需要脚踩，费时费力，最后输了，买工心里一直不服。这回机器做了大改，实现了自动化的改进，同时还增加了一台能使杏肉不切分将杏核去掉的机器。这次买工信心倍增，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再拉去给邓师傅看看，看看他这新机器的厉害。我们这次这个机器改进好了，特地拉到您这儿来让您看看，您觉得怎么样？觉得现在还不太清楚，还不太清楚啊，有疑问是吧？有疑问。那咱们这样，这次呢，我们来您这儿，也是想做一个测试，顺便让您看看效果怎么样。行。嗯。哎，那上次让你做那个投壶那个机器，现在做出来了没有？做出来了，一起试。一起试是吧？一起试。啊，一起试。看来三位这个士气很高涨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李工、田工、买工对改进后的新机器是信心十足。这次规定先测试破瓣挖核的机器，邓师傅准备了10盘杏，每盘杏大约5公斤，以计时定标准，看看50公斤的杏机器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完成。准备好了吗？好了。好，准备开始。好，计时开始了，大家先进行了摆盘行动，摆盘到一定数量，田工就开启了机器破瓣去核机，机器一下一盘，20几盘杏，眨眼的功夫就让田工全部处理干净。买工加快了速度摆盘，但人手再快也供不上机器的速度。弄下了冲盘的，你在这边拿啊，小工。哎，麦工啊，那你们房间怎么停下来了？跟不上了嘛，我摆盘跟他们那个机子跟不上了。跟不上。对。机器去核切分的速度没话说，眨眼的功夫，机器就将一盘杏去核切分好。耽误时间的是人手摆盘，人手摆一盘杏最少需要30秒，这样一来，机器整体速度就慢了。邓师傅，嗯，那您这也看了半天了，您觉得他们这种工作方式怎么样？现在也看不出来，那你觉得他们这样快吗？这样。我们这么卖力。就这么卖力。我们这么卖力，我都出汗了，看。你这出汗了。这次买工他们个个干得卖力，但结果如何呢？成了。师傅，先坐。好。结束了是吧？结束了。哎，好。嗯。那段师傅，那他们已经结束了，现在用时是27分58秒钟，您觉得怎么样？可以，时间可以。可以是吗？啊。那比上次的那个效率呢？比那个效率快，快得多。快得多是吧？嗯。好，那这样吧，咱们效率是提上来了啊。嗯。咱们来看看他们这个切的质量怎么样？您上次不是说这个果肉有的还连着一起？对对对，有的连的，磨这个不光滑，现在。差不多，现在差不多是吧？那看来他们这个机器确实这次还切得不错啊。嗯嗯，好。去核切分机这次测试用时，让邓师傅还算满意，他迫不及待地想再看看冲核机的效果。怎么样？看看，好好，这个出来的壶这么干净。嗯。看看我们的肉，太好了！你过来转，这个怎么样？啊，这个可以这样，这个可以是吗？没有破损这个。这个壶呢，直接破皮而出是吧？肉还在是吧？肉还在，对，完整。这个就是比较好的是吧？嗯，对。好，咱们多检查几个。嗯。好，那这个也不错啊。这个也不错，差不多。嗯。
那你觉得他们这次这个测试表现得怎么样？那就是这个摆牌这个用功摆牌太慢了，摆牌慢啊，这个用功人太多了。就是这次无论是去核切分机还是冲核机，表现出来的成绩让邓师傅觉得都还是不错。去核切分机不仅速度快，切出的馅儿表面光滑均匀不粘黏，而冲核机在保证每个杏核去干净的同时杏肉不被切分开。两台机器唯一不足的都是需要人手摆盘，速度慢而且用功也多，这样人也累。为了做出更好的省时省力的机器，理工三人决定再次对机器进行改进。他们通过这次测试，自身切身体会到人手摆盘不仅辛苦，而且大大拉低了机器整体的速度。要如何解决人手摆盘这一问题，对于工厂和他们自己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每天探讨改进，将问题落到图纸，图纸运用到实际，每天从早忙到晚，累时他们就一起跳舞活动筋骨，遇到分歧时大家就围在一起认真讨论。如此工作让他们高效率地做出了全新的第三代杏儿去核机。哎，三位你们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李工你好，机器改进怎么样了？啊，改进好了。改进好了是吧？哎，对。不会是这一台吧？啊，就是这台。哎呦，那这次还让我猜对了啊。哎，那您这个机器怎么变化这么大呀？嗯，我们这一台机器改进的主要还是让它这个提高它生产率，有它连续性。连续性，你比如说通过这个传送带，嗯，啊，它就连续的在走。以前连续在走。以前摆杏子很麻烦。嗯，啊，我们这次就不用摆了。那李工啊，咱们上一次这个测试的时候啊，确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摆盘儿，好像是最难忘的。摆杏子，这个影响它的速度。影响速度。再一个人工，现在就是它自动定位。自动定位。咱们来这边看看吧。哎，就是。您这个是怎么做的？哎，这是把杏子倒进去以后，杏子自动都进到这个孔里面去。自动进去。自动进去，对。这么厉害。对对。那要是大杏的话怎么办？大杏子它有分三个级别。嗯。有大、中、小。有三种模具，在这个之前先分级，嗯，分完级了以后，大中小对应的，对应的性，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快了，是吧？就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嗯，好。哎，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么凸起一部分？这部分刷子。嗯。它有的时候你往上带的时候，它有可能进行两层，有时候落到一个，它把多余的高的部分刷下来。嗯，刷下来。只留一层，是吧？一层，对。啊，好，还挺好的。后面有我们这个。田工，田工就是来介绍。那田工，你给我们讲一下吧。那咱们这个里边跟上一代那个机器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就是说是，我们把这个刀盘，就是上这个冲刀的刀盘改进了。嗯，它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上冲刀的，一部分上这个压块的。嗯，也就是说，杏子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下一次下一下，然后把这个杏核冲到底下以后，等到它再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然后这个，压块刚好就把它压下去了，压下去以后果肉就从这边出来了。果肉从这边出。对对对。那杏核呢？杏核从那边出来。那这么看，机器改进的确实不错。是，这一次这个就是往复的这个上下刀盘用的是这个曲柄连杆机构。嗯。然后下边我们这个传送带也是一走一停，一走一停。一走一停，配合是咱们这个刀盘吗？对，配合它刀盘的往复上下，它就一走一停，也是我们特殊定制的这个变速箱。嗯，所以说是这样，这一次还是比较，从根本上就是改进了。田工啊，我发现这儿好像有一个像这个压滚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对对对。嗯，这个就是杏子，就是大的杏子，在它落入这个模具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就是紧实或者说定位好的情况下，它把它进行二次定位，给它压实或者说进行在一个摆正的这么一个动作。通过李工的介绍，新一代的去核切分机从根本上进行了全新的改进。上次测试在质量上邓师傅给予了机器认可，但速度邓师傅觉得不行，提出了人工摆盘太慢太累用功太多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才使得理工三人对机器有了这次大改，完全实现了全自动化，摆盘破瓣去核机器统统搞定。为了给邓师傅一个惊喜，理工、买工、田工决定再次去找邓师傅看看，让他试试这台全新的去核切分机。
那么机器效果到底如何？邓师傅这次能满意吗？我们把新机器也拉过来了，你看看那边。哦，这么大的机器啊。嗯。这次机器比上次改的好多了。哦，叫我们老板看一下吧。叫你们老板啊。您还有老板啊？有。哎。啊。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的董老板。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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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哎，您看，我们这把机器拉过来了，您看看怎么样？这什么设备？这是什么机器？充信壶的。充信壶的。充信壶的。董大哥是这家厂的负责人，对于这台机器他是第一次见，效果真实好不好别人说了都不算，得自己亲自试了才知道。为了让董大哥和邓师傅都看看这机器，买工三人行动了起来。他们调试好机器，接好电源，准备好线儿，测试马上开始。哎，三位，哎，咱们来的时候你们可说了啊，咱们机器很快，是很快。你们呢这次放的时候得让两位看出来到底怎么快，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他们心里边也舒坦一下，好不好？好好好。好，那三位来吧。好的。机器启动了，李工将一筐筐线倒进入料口，一个个的线落在模具里，整齐的摆成一排，通过传送带一走一停运送到刀口，配合刀盘往复上下运动，将线快速均匀去核切分。同时机器增加了压滚，在大的线落入模具的时候，如果定位不好，压滚会进行第二次定位，将线压实摆正。哎，董师傅，邓师傅啊，你俩看看觉得他们这个线怎么样？嗯，这个效果很好，效果很好啊，效果不错。那怎么就算好啊？你看它这个壶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壶全部打掉了，全部打掉。哎，而且就是说还没有浪费，你看，没浪费。嗯，这个肉而且没有浪费。您说这个果还是挺完整的，是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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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那李工您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也挺好的。达到你的预期目标了吗？啊，基本上达到了。基本上达到了是吧？好，来三位，那现在，董师傅。您对他那个机器还有什么疑问没有？现在咱们才试了五盘，如果说正常工作的话，嗯，就是说满负荷运作的话，就是说时间一长，会不会和这个效果是一样的呢？您对这一点还有？对对。那董事吧，那咱们这样吧，咱们就来个小型比赛。那这次比赛呢，咱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是你这个人工冲壶冲得好呢，还是他这个机器运作得好？好，好吧，好，那咱们试一下，咱们比一比。好，为了检验机器批量破瓣去核的效果，机器队和人工队准备再次来场比赛。好，那这样，那三位，嗯，两位，那咱们现在呢已经把这些线啊，还有场地都给找好了啊。嗯。那董师傅，您这边怎么找了这么多人呢？啊，这边都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老手。啊，都是快手大姐。嗯，那上次你也参加比赛了，怎么这次还来啊？这次我要挑战一下机器，看我们人多能不能再战胜他。可是人家机器改进了。我们人多。人多啊。啊，要挑战一下。但是我告诉你啊，人多不一定能赢啊，您觉得呢？那也要试一下。也要试一下是吧？嗯，要试一下。好，那加油啊。行。哎，你好。你好。啊，你觉得你们这次比赛的话，这十个人能顶得过机器吗？能。怎么有这么大信心呢？我相信我们的人工队。邓师傅，那这么看好像咱们人工队确实还不错。啊，对对对。嗯，那咱们这次比赛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是咱们这个进行一个性质的一个去核，我们要求这个性质的完整。完了以后把这个性核给去出来。那你们人工队这次要怎么做呢？这次呢我们要先稍微掰开一点，然后把那个性核再去掉。好，那三位啊，你们看到没有？看看人家人工队那边士气很高涨，那咱们这边呢？我们更高涨，更高涨是吧？嗯。好，这次比赛应该没问题吧？没问题。哎，哎好，嗯，好。那邓师傅，嗯，这次呢，您还做我们的裁判，怎么样？行。啊，那现在您给我们说说这个比赛规则吧。这边这个队就是说这个机器这边就说一架子。这个是56个盘子，嗯，大概240公斤左右，嗯，这边也是同样的一个架子，嗯，56个盘子也是240公斤左右，嗯，看谁先做完做得快，嗯，谁做完谁赢，嗯，哎，谁快谁就赢吗？啊，谁快谁就赢。那咱们质量方面不看了吗？哎，质量就是说，你看就是把壶取出来，性质完整就行了。性质完整。嗯，对。哎，好，嗯，那董师傅，那咱们谈判这个条件明白了吧？明白。我们人工队有信心吗？
有。咱们这没问题吧？没问题。好，那段师傅，那您现在可以宣布比赛开始了。好，现在开始。好。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面对气势上远远领先的人工队，机器队这边显得从容淡定，丝毫没有危机感。三人相互协作，两人不急不慢地放杏儿摆杏儿，一人在一旁做着辅助性的工作。哎，大姐您好。你好。您这掰了几盘了？三盘。第三盘了。啊。哎呦，我发现好像你是你们人工队最快的吧？这个。也是差不多吧。差不多。嗯。那您掰这个杏核肯定有诀窍吧？也没啥诀窍，就是靠自己耐力吧。哎，大姐，你这放了第几盘了？第四个。第四个了。啊。好快呀、啊！那累不累啊？你做这个活？不累。不累啊？那你们人工队这次你觉得还有赢的希望吗？希望。有啊。哎，有。虽说人工队一个人用手掰的速度远不及机器队快，但十个人同时和一台机器比拼，他们也还是有胜算的可能的。哎，两位，你们这是到了几盘了？我们这个半车快不？这一车快。一半快弄完了，还挺快的。是的，有什么难度吗？没什么难度，没什么难度啊。对，好，谢谢。那咱们这次你觉得能赢得过人工吗？啊，绝对能赢。我看他们也不是没我们快。哎，董师傅。哎，你好，你好。我发现你家刚才这机器。对，我看一下，还挺好的。挺好的。啊。你觉得哪里好一点？我看还是机器上面稍微快一些。稍微快一些啊？对，觉得繁杂吗？这个过程？过程呢不太繁杂。完了以后，这个我看就是还是省人工，还是省人工，对，还是省人工。看着机器队的速度，董大哥给自己队伍加油鼓劲儿。人工队的每个人都使出了比平时快好几倍的速度，手起手落的掰着杏儿。那最后表现如何？人工队最终能否战胜机器队，赢得这场比赛呢？哎，裁判啊，那你看机械队这边表现的怎么样？今天可以，可以，可以啊，哪都可以啊。你看速度也挺可以的啊，速度快啊。人工队不行吗？人工队也可以。那人工队里边那么多高手啊，啊，跟机器相比嘛，稍微还得慢了一点啊。稍微还慢一点。哎，改进后的第三代破瓣去核机速度上很快，十个有经验的人工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比赛追求的不仅仅是速度，质量也至关重要。这次给杏儿去核的要求是，杏儿要完整，核要去掉。机器最终能达到这项要求吗？哎，董师傅，哎，您看看他这个出来的怎么样？还可以吧？还可以啊。哎，还可以。怎么就可以了呢？你因为那个，你看他这个去核去的还是挺标准的，中心也中心点很准。很准啊！完了以后呢，你看这个图，都是取出来的，对，还不错啊，还可以。这次机器队不仅速度上占优势，质量上也得到了董大哥的认可。看来今天最后的赢家，如果不出意外，就非机器队莫属了。哎，麦工啊，你这是最后一盘啊？啊，最后一盘，哎、这个弄完我们就完了，就结束了是吧？对。啊，好。那抓紧时间啊！好，还需要摆啊，还稍微摆一下，稍微摆一下对吧？对。好，最后冲刺好吗？好。就在人工队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时，机器队这边停了。好，裁判，我们完了，你们结束了是吧？结束了。好，裁判啊，那机械队你们结束了啊，咱们让人工队也停下来吧。好的啊。哎，好了，停一下啊，快来，咱们停吧。机械队已经结束了。大伙纷纷将破瓣好的杏儿集中起来，看看最后结果。好，裁判，那咱们已经把这个杏给放到这里了，那您开始给我们检查一下吧，先从这个人工队的开始，好吧？行，来吧，让这边看一看，拿出来看。好，裁判，那你觉得人工队这边做的怎么样？哎，差不多，基本上，反正这个壶也投出来了，这个杏也是完整的。杏也是完整的啊。好，那咱们去看看机械队这边，好吧？哎，好，那来吧。
挺好的。挺好的是吧？啊，你觉得跟人工队有什么区别吗？啊，它这个破碎率小一点。破碎率小。哎，投的挺完整。挺完整是吧？嗯。哎，好。嗯。那裁判来。那现在双方的这个质量您也都看了，您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比赛吧。嗯，反正这个速度上吧，是机械队快了一点。嗯，那人工队上了几盘？这个、人工队上了13盘。十三盘。嗯。那质量方面？质量方面，差不多稍微差了一点。这个、人工队这边。人工队稍微差一点。啊、嗯、啊、嗯。那这次谁获胜啊？这个机械队获胜了。机械队获胜是吧？啊、好，那咱们祝贺机械队。理工、田工、买工三人发明的去核切分机，效率高，速度快，克服了人工去核效率低、费工费时费用高的困难，解放了劳动力，同时也为广大果农厂家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理工三人发明的去核切分机这个设备相当不错，但是可以有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进料的地方如果能实现不用人手倒的话，那么就能节省人力，还有就是如果能实现自动摆盘的话，效率会更高。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华伟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下期同样时间我们再见。是怎样的一台机器可以改善传统爆竹制作中最危险的环节呢？它的这种制作方法可以得到行家的认可吗？这台机器制作出的爆竹燃放效果到底怎样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爆竹声声响。